妈，最近好吗？哎，挺好的，女儿我挺好，你不挺好吗？我挺好的，就是天冷了，想吃家里做的臊子面了。没事儿，你注意保暖就好。哦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，女儿啊？我过一段时间吧。哦，那我等你啊。嗯。哎。吃家里做的臊子面了，没事儿，你注意保暖就好。女儿，面妈已经给你做好了，回来赶紧吃吧。